去的话，就会一定有的是湿纸巾，然后消毒的喷剂，还有就是小朋友有一些玩具啊，或者是奶粉啊，那些都是要随身携带的。其实我觉得全世界的妈妈都是 super mommy， 不管你是不是有工作，不管你是不是职业妇女，还是全职妈妈，对自己说的悄悄话就是放轻松。